台东县除了是运动大县之外，培育学生舞蹈的专才更是不遗余力。这次举办了全国学生舞蹈比赛，台东初赛，有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以及个人团体组来进行，也更分为了古典舞、民俗舞、现代舞等舞蹈。县长黄建廷也特别在十号下午前往进行致辞。经过一天非常激烈的比赛，我看到同学们在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点亢奋，有点嗨。刚刚跟几位评审老师先在这个休息室聊了一下，老师们对台东的孩子在舞蹈这上面的这个天赋跟大家的努力跟表现都非常非常的肯定。要请各位同学先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自己。我一直都相信台东的孩子啊，在艺术、在音乐、舞蹈啊，甚至于体育方面啊，都有非常好的才华。我们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标准第一名。大王国中最后比赛也由关山工商以及大王国中等校获选，将代表台东县到外县市进行比赛。东台宣布发言。